要站着喂，站着喂的话你不小心就掉下去了，太危险。所以请大家喂食的时候第一步蹲下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第二个，拿到虾子蹲下要喂的时候，轻轻丢就好了，轻丢下去就可以了。因为最近有些朋友他们背力比较好，他用力一丢就丢飞去墙上，粘在上面，鱼不会跳起来吃，它只会吃不到。好，所以就直接轻轻丢下去，那鱼看一下，有看到虾子吃不完就掉了。OK 好。喂完之后要洗手，对不对？哪边可以洗手呢？后面的水龙头，后面的洗手台可以洗手，不要开塑胶管，塑胶管比较。